咦，好大的杯壳啊，我的天哪，太漂亮了，而且这么大，没见过，老铁给个双击，我看看有多少人没见过。发现一个玉米螺，这个玉米螺真的非常的少见，而且这样的花纹真的是纯天然的，太漂亮了，对不对？发现一个很奇怪的杯壳，哇塞，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呢。咦，这个是啥？原来是一个海螺壳，算了吧，这个不要了。哇哦，这个真的太漂亮了吧，非常干净的表面，而且摸起来特别的光滑，有没有像玉感觉？哇，这个是红色的海螺，这种海螺我家里特别多哦。这个是一个杯壳，这个杯壳还是个活的呢，给它收了。哇，好漂亮的，这个叫什么海螺，其实呢我也不知道，我也是第一次见的，这个咱们给它收了吧。哎，又发现一个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原来是个石头啊，算了吧，扔了吧这个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